任何一个会碰到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，不过包括比如碰到我们的眼睛、碰到我们的鼻子、碰到我们嘴巴的东西，只要沾到病毒，都会感染我们嘛。哦，所以你自己揉眼睛，或者你工作人员拿一个吹嘴，上面污染刚好污染到病毒，给你吹，去测试酒精，这些都是会造成感染的哦。所以疫调就是在查说，你有跟谁接触过，你有没有曾经你的黏膜接触过什么外来的物品？那这些外来的物品呢，可能是有可能沾到病毒的，这些就是要去做疫调的一些重点。